咱的四姑娘啊，是啊，哎，咱姑姑啊，才拄一届，哎，真的呢，咱拄着机会足少的啊，吼，哎呀，咱中华千里迢迢哦，是，哎，是咱的，是咱的本团团属，对，哎，阿平邀请来，咱来现场的吼，因为咱的现场上面，咱个非常的灵感，对，哎，咱的年会底啊吼，是，就是甲咱老的不拉干啊，哦，所以今仔叫来四姑娘啊吼，哎，每节拢是安尼吼，很过瘾的啊，是，哎，拢是吼，哎，比较少看到，对，很温馨的，哎，今仔日咱在后面看一下较新鲜的啊，对，对，所以咱今仔日要去中华，哎，甲咱的小雷吼邀请来，甲咱来现场啦吼，是，哎，咱的面部生了水，体型又赞，是嘛是啊，歌声都好，哎，该吃的所在拢吃掉的，啊，但是你袂当吃啊，是，你等下吼，啊，都是迄落较细命吼，无咱好平平常。无，啊，我看你身材嘛是还蛮好啊。无，我即摆较少啊，我即摆我甲咱的有饭的所在吼，拢安起啊，所以吼，咱好平看着较恐怖。哈哈哈！哎，惊惊着啦。要爱衡量自己一下，克制一下自己，不然真的真的太多。今天今天，我自己胖底子，我按西瓜吃的呀，我得补一点。今天有，今天我唔知我该背吧。我哎呀，对吗？我虽然四肢很瘦，你很瘦啊，很瘦。我说我是四肢很瘦，很瘦很瘦。我感觉比较高啦。我个人我一个好处就是讲哦，我会当阿爸。是。对对，那但是吼，我若做歌手时阵吼，会淡薄仔多了。真诶嘛。哎，对啊对啊。小巴扎就是爱小巴扎的啊，你哦，我特别叫咱那边吼，去甲吓惊着啊。哎，就是讲哦，迄落，哎，都还未开始讲的时间，有啥物遐有去讲出门啊？我恐怖啊！台湾遐遐是真恐怖的呢。是啊。哎，就是我唔是咱看了太好咧啊。我是咱的小雷天气吼，拢保持安尼种苗条啊。好啦。哎，安尼哦，咱小弟猫看安尼哦，我那是安尼吼，哎，贤妻良母型的了吼。系。哎，我那做到最佳的咧。配厨啦。哦，配厨哟。配厨。哎，我拿不能煮。做物件，我嘛做想要煮的啊，哎，对对对，我哎，小花啊，小花安尼袂歹啊，是惊讲歹食安尼尔，袂，因为我咸食人也较袂好势，哇，哎，对对，就是汤煮就会有时候会太咸，有时候会太咸，对，家己试一下口味。今天我感觉我妈妈嘛做起来，伊只要冰箱哦，哎，无买啥，但是冰箱有啥物件哦，我嘛是嘞，有当时啊，有啊，拜一菜时啊，有个人无人出来咧拜。菜对对对，啊，所以唔使去买啥，啊，有时候冰箱有啥都可以算。真的哦，哎，啊，大概做，青菜拢来，哎，拢收起来哟。啊，但是我若大概吼要甲冰箱面上青菜摕出来煮啊吼，哎，真正拢做歹食的哟。到底是，到底是煮出来是啥？我想讲，我都叫，怎么配什么吼？无，我叫我妈妈帮你配，我妈妈配好好啊，是，但是煮起来迄个口味吼，够燥的，够燥。我就是不一样的哦，哎，别赶快来面啊！我讲出来，口味拢无，真正无感觉，无感觉。哎，但是我咱的小雷吼，哎，收来去江浙的料理啊，你看，哎，真正拢是安尼色香味俱全。啊，这种家常菜呢，我今天就厉害啦！哎，对我来讲一定是一百分啊！哎，我若有你一半就好啊！哎，哎，今天连你三分之一都拢无啊！对啦，无变啊，你搞赚钱好啊！无啊，无啊，你嘛是够赚的啊！无啦，哎，赚钱起码吼，真正讲吼，哎，真正。所以咱嘞，真的是要向前看齐啊！是啊，哎，像咱嘞一寡咱嘞，即摆咱嘞应届辣妹啊，哎，每一个拢向前看齐，哎，拢做厉害啊！啊，咱有少年囡仔吼，哎，主厨、毛厨啊，有车、豪车，哎，做厉害！哎，真啊，所以吼，真的要向前看齐，哎，该谈的等爱来谈，哎，看笑脸，对对对，啊，那该有咱嘛是爱乐谷的，哎，你讲休息是为了走更长的路嘛？是，没错，对对对啦，啊，咱嘞小雷啊吼。遐咧为咱的中华来，甲咱的现场，所以吼，咱的歌声吼，一定爱给唱较高好听。哎，刚听讲咱的小林，甲咱拄只咱的水果用咧唱歌声，哎，就是有不一样啊，真的吗？哎，真的啊，对。我音响太好了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我感觉你唱，咱的音响都好。我感觉你唱都几足赞啊。是。对对对。而且咱的小林歌声够足大白的，唱起来就非常好听啊，听到足舒服的。是。所以讲人听听好歌吼，哎，嘛是一种享受啊，然后。所以咱的小雷哦，过来安排好听的歌曲，来和咱的伙伴来做分享，好来。范伟雄毅，谢谢。好，咱的蔡小虎好听的歌曲，然后来范伟雄毅。一个人，谁能够？
请咱的特效符号恁的歌曲，还有咱的小雷来咱做安排，放会收音。Thank you.